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》，这是我们1858集的节目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变形金刚第四集日版 AD20 的 Grimlock 钢索。怎么会突然拍起这个十年前的老玩具呢？因为十年前的差不多7月初，《变形金刚》第四集的电影在台湾上映了，那是我呢入坑以来呢最多同好一起度过的一段美好的时光啊！不论你对第四集的电影或玩具你有什么样的评价，你绝对不能否认，那是《变形金刚》票房跟市场最庞大的一个阶段。然后今天才第一次把它给开箱打开来玩。那由于年代久远的关系，他身上呢有一些奇怪的，我不晓得是雾化呢，还是有一些，等一下细节当中你会看到一些奇怪的斑纹啊，我不晓得是这款模具的涂装，还是说时间久了一个氧化所造成的。那不管怎么样呢，今天的话呢，这款玩具呢经过了十年之后你再来看它，你有没有发现它还是一样丑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它一点都没有因为时间的久远变得好看，没有啊，真的没有。因为有 SS 的那一款钢索的关系，所以导致于说这个模具呢已经注定无法翻身了啊。那尽管它丑或者是说它除了丑之外它什么都好，这个听起来好像也是很侮辱人，对不对？就除了丑之外它什么都好，这要是拿来形容你的话，我想你也不能接受了啊。那他身上的话呢，以现在的 LG 来说已经不能跟这一款相比，因为他身上有非常多的齿轮关节的表现啊。那待会在人形状态下呢能够感觉得更加的明显。那我们先看一下他的龙形好了。他的龙形的话呢，主要第一个他的比例是非常奇怪的，头感觉非常的巨大，而且是过分的巨大。再来是它的一个嘴巴是空心的，下面这里是整个是空的，这个导致说它看上去非常非常更加的单薄，更加的大而无当的感觉。那它的一个龙形的嘴巴这个地方，我觉得也太过于圆形了啊。除了头上的角比较大，有点霸气之外，它的下巴这里脖子这里也是空的，往上抬直接是一个断掉的状况，往下看啊还可以。肚子的话呢，则是很多的机械的一个空心的一个零件在这边。手臂的话呢是非常的小了啊，就是有一个两层的关节。那当然这个尾巴是不能够动的啊，这个部分你不能说它是可以动了啊。那造型的话呢，从上面往下看，由于我那个当时正的那个美版，我不知道是我是卖掉了还是不见了怎么样，如果你是当时那个正美版的话，从上面看下去真的很像是我们在烤肉的时候把那个鱼啊，把一条鱼的嘛，你看那一个鱼的一个头在这里，一个鱼的那种铝箔纸包起来之后，然后放在网子上烤那种感觉啊。当时各种的一个戏谑它的一个外形，至今来看，这些嘲笑呢依然有效啊。或者说真的是依然有效。那这个玩具呢，就真的只是一个，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情怀，一个纪念品啊。它是一个全新的玩具，我今天特别把它拆出来做一个把玩。而我手上的另外一款钢索，应该也是当年的钢索的话呢，推出了三个版本啊，这是日版。这个的话呢，则是一个组合包的版本，它是一个 OP 跟钢索的组合版本。这一款的配色其实当年来看应该是最还原的，因为钢索的话其实它是一个轻背啊。那结果呢这个日版的话呢，现在来看其实应该还是也是做得非常的好，甚至它的绿色，你看到它的上方来看一下，它的背部的颜色来讲，这一款的话呢反而有所谓的深绿，然后一个靛青吧，然后最后是蓝色，甚至蓝色还有分两种蓝色啊，所以它从头到尾的话居然有四种颜色的过渡啊。相比较的话呢，这一款 AD20 的话呢，它的过渡呢哈大概就是一种而已。那哪一个比较好看，这个完全是看个人的一个喜欢了啊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有了 SS 的那款钢索之后的话呢，它的这个龙形呢已经注定啊是没有办法翻身了。好嘞，我们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。首先我们把这个尾巴的部分呢给拆下来。那这个尾巴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这个组合的卡扣呢把它给松开，但是呢要变形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它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上过电镀，上过电镀之后的玩具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脆一点。这两个部件的话呢，我另外那个钢索的这个地方就已经断掉了啊。那这个部件我们拿下来之后的话呢，从这里它这里一样，
这个地方可以把它给解锁开来。那这里解锁的时候呢，一样要特别的小心，因为我还是那么一句话，这种已经电镀过的部件的话呢，我们就稍微的留意一下啊，这里小心的把它给推出来。那真的是一个需要小心小心小心的啊。 OK， 翻出来之后的话呢，这个部件可以把它推一下，把这片部件推出来，这个部件的反折下来，那这个会形成它的一个盾牌。那这个武器钉头锤的话呢，则是两侧打开，打开之后的话呢，可以看到这里啊，它是可以做一个组合的，到这边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，到这里把它给扣上去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武器已经在旁边就定位了，然后它的这个身体这个部分的话呢，先我的建议吧，先把这个下方这个地方，它是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在这里，把它给松开啊，这里一样先把它给松开，先松开这里，然后呢，我们把中间这个地方小心的呢把它给拨开来啊，这一样啊，是一个电镀过后的部件，我真的是建议各位不要强行的去把它给掰开了啊，真的还是要小心的，毕竟它也是十多年的玩具了，而且那个时候的一个塑胶啊，就感觉不是很 OK 了啊。好，两侧都打开之后的话呢，这里两侧还有锁有一个结合的位点，我们也把它给打开，这里松开，两侧一样把它给松开推出去。好，两脚推出去之后的话呢，再把这两侧这个地方给推开。那注意一下，变成龙的时候呢，这个腿的话呢，它不是完全平行，它往上翘一点点啊。那这里有两侧，把它给打开。打开之后的话，这个部件把它给推出去。好，到这边，这个问题啊，这个第四级这个钢索呢，它的变形呢是绝创的那款钢索呢，就直接拿去用了啊。变形的一个过程几乎是可以说是，就是以这个为一个基础的一个原型的。好，这个地方把这个龙的手摆直之后，这个地方垂直过来，然后你看这个两个脚这边有一个组合的这个圆形的一个组合点，把它给扣进去。那这个的话尖刺先弄出来，扣好之后呢再把它给推回去，然后呢把这个地方脚掌这里的话呢就是旋转一下，然后呢你旋转一下，总而言之的话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卡扣给扣上去。那我再提一下，这个地方的转轴的话呢都很紧啊，包括这一款我还特别上了稀有，不然的话呢它转动上会非常的痛苦。那腿的话这边就算完成了，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先把这个恐龙的小手把它给打正，然后呢两侧的部件过来到这边啊，这个地方两侧都有啊，记得把它给扣进去，脚的话转到前方来，然后呢把这个腿的话呢旋转一下，你旋转一些，旋转避开来，我们就是要让这个部分过来跟它扣在一起。好的，然后呢脚掌翻出来，鞋尖记得把它给翻出来，这个时候腿的变形呢就算完成了啊。那这个调整一下啊，咔啦咔啦作响啊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头部是这样子的，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一个锁扣，记得这里把它给松开，这里松开，两个部件往下放就可以了。中间的这个龙骨的话呢往上面提上去，提上去的时候呢把这个龙头往两侧给打开，然后呢打平到这边过来抬上来一下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到这边啊，对了，这里还没提到，这个胸口要把它往下面推下来，推下来之后人的头会露出来，然后呢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洞才会跟这个凸点去做一个结合，扣上去，放去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就把这个龙头的话呢直接的往前面推过来两侧，然后呢把这个地方这里反折折上去，过来之后它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在这边，把它给扣上，这里也是一样的啊，它等于是把一个龙头啊剖成一半，这里扣上，好，放到后方去啊。好嘞，那么手臂的话呢，它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，我们把它往后面推过去。那这里啊，有一个地方，这里这块部件，它在变成龙形的时候呢，它是把它扣上去的。这个时候变成人形的时候，那记得把它给解锁开来。这里记得解锁开来。解锁开来之后的话呢，我们这个手啊才能够往后面退到它的一个应有的位置。那这个地方扣进去的话呢，这是电镀部件，一定会刮花啊，这个就没有办法避免了。
最后呢，这个软胶部件过来跟这个洞扣在一起，往下面压下来一些，这样它才能够扣得比较紧。那这里也是一样的啊，这里退开往后面去，这里扣下去，咔的一声会非常的清脆啊。然后呢，把这个软胶部件给扣进去。最后胳膊的话呢，旋转一个角度，然后龙爪的话往后面推上去就行了。人形的手再把它往下面放下来。那我们的这一款变形金刚第四期日版 AD20， 它的从龙呢到机器人的一个变形过程呢，就算是大功告成了。那看到这一款 AD20 的人形啊，其实人形的话呢，就比龙形要好上非常的多，特别是这一款的配色来说，它的肚子的部分非常有古代的板甲的感觉，有骑士的那种盔甲的感觉就非常的强烈了啊。那我刚刚有提过了啊，在它身上的话呢，有一些奇怪的这种斑点之类的，我不知道呢是它本来就有，还是说这个玩具呢我收藏的时间太久了，它已经有一些氧化或什么之类的。那么看它的背后，我们先看它的背后好了。它这两条的话呢，如果你想把它往上面翻上去的话呢，也不是不行啊。但是呢，其实这一款钢索呢，跟电影里头的钢索造型差很多，是因为啊，当时有很多的玩具真的就是先给你一个概念图而已。设计玩具的人他根本就没有看过电影，甚至电影也还没有弄出来，他根本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子。那我们当时看的钢索的那个概念图的话，它后面其实就是有两条垂出来的东西，所以它这两个部分的话，我会建议你就直接把它往下面垂下来就好了。后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恐龙的小手藏在里头，那这两个是软胶的部件，这样子的设计其实也是有点好玩了啊。而当时两个龙头呢拆开放在肩膀上的这个设计的话，大家也是比较惊艳的。而它的武器有狼牙棒，或者是叫做钉头锤。那这个钉头锤的话呢，本身是这一侧的话呢没有涂装，转过来这一侧的话呢，则是有的啊。这个跟它变形的时候呢，身上的一个组合的一个零件是哪一面朝上是有关系的。那另外这是一面带刺的盾牌啊，这个也是当时概念图上面有的。那么它的一个可动的话呢，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展示啊。首先的话呢，头部呢是一个非球形关节，只能够左右转而已啊。那手臂的话呢，360度的转动呢，基本上是可以的啊，但是这个造型会限制到。那你有听到了啊，非常清脆响亮的齿轮的声音，这个现在的 LG 玩具的话是没有了啊。手臂平举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虚位啊，两手都有啊。然后有趣的是呢，在盒子里头的时候，它就是以这个虚位啊，以这个形象在盒子里头待了10年了啊。二头肌可以转动，手肘一样啊，有非常清脆响亮的声音，拳头还是可以转的了啊。没有腰部的设计啊，脚前后啊，侧踢非常的紧啊。OK，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它在这个侧踢的部分要弄到这么样的紧。那在变成龙形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地方不是要跟这个龙骨这个地方做结合吗？那个时候结合的时候呢，这个脚进来的话呢，你要特别，你一定要推到最底的那个角度才能够完成一个结合。这边就跟各位提一下，膝盖啊，也有非常清脆响亮的声音。你有没有发现玩这个玩具的话其实还蛮过瘾的啊，除了说龙形丑之外了啊，它在人形状态下的一个齿轮关节的表现的话呢，会让你觉得呢当时你还是会骂了啊，但现在觉得好像还不错。当时会骂是因为这款玩具是当时变形金刚第四级的 L 级的玩具呢第一个拿出来卖的啊，它比 L 级的 OP 在台湾更早的一个问世，当时大家惊到了，说啊什么，现在 L 级怎么变成这样啊？因为以前第三级的L 级还是有声光的，到了它之后呢是开始出现了没有声光的一个 L 级出现。那我现在就简单的对比一下呢，我另外一款组合包里头的钢索，两个哪一个好看的话呢，这个是看你个人的喜好。以头雕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一款的一个配色感觉比较阴沉，比较有一个稳重的感觉，甚至说它整个配色在人形状态下比较有一体性啊。而反而的话呢，在龙形下呢配色比较一体的呢，在人形状态下它的颜色呢又显得比较五花八门了啊。那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 AD20， 时间已经是10年前的玩具了啊，那就也是一个情怀吧，就利用这一集给大家做一个分享。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